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然后跟丁哥一起。耶。就是想跟大家说，明天就要重新开始上课了，然后我会好好加油的。还有就是在重庆的生活过得很开心，特别的舒适，然后不用太担心我。你们要注意平时的温度，注意各方面的吃啊、穿呀、住啊这些，反正快乐最重要。